在地人在地情来讲，分林分林关人民乡农会绿色照顾站响应联合国所推行的零饥饿目标，也是无人要不到的目标。在今年六月开始实施零饥饿计划，扩大本来中岛送餐的服务范围，另外还准备爱心便当，提供社区来弱势人来领，分的中岛顿买当吃了好，搁减食饱。两位家政班的妈妈回来煮饭，其他志工来斗三工包便当。大部分的饭菜是要给时代中岛顿各地方的弱势族群。不一定是老人，老人可能独居不方便自理，或是一些边缘户，甚至是一些孩童自己在家里的，那这些就被列入来领取我们零饥饿爱心便当的名单里面。宜蘭鄉農會綠色照顧站希望讓大家都可以吃飽，準備愛心便當，而且也很用心地規劃便當的菜色，補充老人的蛋白質，讓他們不要那個肌少症，所以都會有肉，然後也有魚，然後會搭配蔬菜，然後有的時候是我們的阿嬤，他們來上課會自己拿來，就是說為我們加菜。希望有綠色照顧站的愛心可以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多溫暖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频道。